地方啊？是那个菜里面把菜压死了，真会找地方的。现在上面是燕雕长生那里，别跑啊，别跑到那边村里去啊，村里有打狗的啊。回去了。吃了，只能吃鸡蛋了啊！不要挑食啊！哎，掉下来，给你个鸡蛋，你掏了一个。
咱不吃啊，貂蝉。来十七，够了十七。All right.